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Taya. 这怎么可能选择走呢？ 直接送中路二塔。 这男枪崩了。 鳄鱼没闪现的。 这男枪要毁吗？真他妈神奇！ 换线了，我靠！ 这人下半区还有一个 F 6。 那他是回来再吃的，他是不是石头人带的？他为啥不去吃自己上半区啊？上半区的野怪有毒吗？ 换了吧，鳄鱼来了，他没大的，他大招用来单杀那个上单了，感觉也快好了。 哦，他是那个辅助，28刀。 Shut down.
又换回去了。直接去吧。没伤害呀，德莱维。不是这石头人没大招吗？哎我操！还好南山刚才在下。还不走？等他把那个技能交了。有够离谱的。这南墙不能过来吧？我操，我蓝呢。妮可好像没闪。算了，我逼了。他上路单杀那我就不逼了。那个红 buff 要刷的。那南墙可能来下了。来了，撤一下。鳄鱼的体啊，不是石头人的体。
这边也有 dub， 然后这边有野。啊？ 我不是都解说了吗？点了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